上一集我们分析了古代第一灵魂段子手庄子的生平和性格，接下来再来看看他的哲学思想体系，也就是他唯一的著作《庄子》。庄子有三大部分，33篇文章撸成一串就像这样。打头的是内篇，有7篇文章，中间是外篇，15篇文章，最后是杂篇，11篇文章。据说只有内篇是庄子亲自敲键盘写的，其余的都是弟子和后人写的。要混子哥给你讲全本，呵呵，你真可爱。一共65920个字，想都不要想，但极简一下还是没问题的。我们来重点说说内篇都讲了什么。一，要自由啊，朋友。在庄子的宇宙里生活着很多神人，比如列子，出门从不坐飞机，从河南到上海吃小笼包，人家骑着一坨西北风就够了。还生活着很多神奇的小动物，比如开头出场的这几位群演。We are bubbly。 他们虽然大小不同，物种不同，但都会飞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是不是很自由？但庄子却说，他们能飞全靠风，没有风他们就飞不起来，这还能叫自由吗？所以说靠别人飞算什么本事？呵呵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我是说在场的各位和不在场的各位都不自由，通通不自由。追求自由这件事本身就很不自由，对不对？要想做到自由也不是不行，记住这三个字，无所谓。庄子宇宙里就有这种人，你骂他或者夸他都无所谓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这种人按自然规律活着，吃啥都行，不挑三拣四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睡觉不做梦，起床不困难，不悲不喜，忘掉自己。这种真的对啥都无所谓的人，庄子叫他们真人。无所谓，你还抽谁就抽谁。那谁是真人呢？翻遍了整本书，庄子也没回答这个问题，倒是他自己后来被唐玄宗封了个南华真人。二，万物没区别啊，争啥争。有一天庄子打了个盹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，快乐的起飞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醒来后庄子一脸懵，到底是他在梦中变成蝴蝶，还是蝴蝶在他的梦里变成了庄子？由于分不清到底谁在谁的梦里变成谁，庄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，我们生活的现实没准也是别人的一场梦，真实或梦境只是你的主观判断罢了。这就是著名的庄周梦蝶。除了做梦，庄子还讲了个故事，说有个养猴的人，他喂猴子时遇到一个应用题，假设每天有7根香蕉，要怎样礼貌分配才不会被猴子吐口水？如果上午3根，下午给4根，猴子听了气得想大闹天宫，但上午给4根，下午给3根，猴子们就很开心。这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。庄子可能想说的是，很多事情可能本质没啥区别，香蕉分配不一样，但总数是一样的，猴子因此有不同情绪，那是他们有主观标准。还有个故事，战国有个知名女网红叫西施，长得贼漂亮，撒娇自带10万伏特，谁见了她都会被变成这样。难道这就是爱情？但是鱼见到他咻一下沉水底了，鸟见了他啪一下就飞走了，鱼雷都没有，这丑真吓人，俗称沉鱼落雁。鱼和鸟跑什么呢？庄子说可能是吓的，毕竟人和鱼有物种壁垒，审美不在一个范围内，虽然西施啥也没干，但站在不同角度看他就会有不同的想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哪种看法是对的呢？上头这些故事都表达了庄子很重要的一个观点，万物皆平等，大家都是一个地球村的，没啥区别，什么对错呀、美丑啊、善恶呀、大小啊，都是主观看法。说的对，全都是没用的，你给我，我帮你保管。三，有用和没用。还是两个故事，有个宋国商人批发了一卡车帽子运到越国去卖，大概相当于从河南到江浙沪。新鲜的绿帽子，不绿不要钱呢。结果到了越国，悲剧了，因为趁人长这样。越国的习俗是纹身剪短发，根本用不着帽子，觉着没用，只有宋国人觉得帽子有用。还有一个关于大树的故事，有一种树叫粗树，长得疙疙瘩瘩，歪瓜裂枣，光头强都不砍它，大家觉得这样的树做不成家具，是个没用的东西。但在这棵树看来，那些有用的树都在这里，做成了椅子、桌子、手指。粗树因为对人没用活了下来。没关系，又活了一天，已经很厉害。
所以有用没用都是相对的，这大概就是庄子的辩证法。不过这话并不是劝你摆烂，而是你的游泳我的游泳其实不一样，做自己挺好。庄子的主要思想大概就前面这些，混子哥怕你觉得太烧脑，全篇通俗说了一些专业词没放。如果你想饭局上装个文化人，哥最后教你几个术语，核心词七个拿走不限：有待、无待、有己、无己、其死生、其是非、其物我。记不住啊。这样我们可以把七个术语看成是两对王炸加三张同花顺。两对王炸贼重要，有所依靠才能生活，这叫有待。就像大鹏一定要借助六月的风才能飞起来，啥都不依靠顺应自然活着才自由，这叫无待。在你美丑对错过分内耗内卷活着累，这叫有己。其实万物都没区别，没啥可追求的，忘掉自己，这叫忘己。三张同花顺了解一下，其生死，生和死都一样，都是自然规律，该吃吃该喝喝。其是非，你觉得对的猴子觉得不对，立场不同，所以没有对和错的区别。其物我，万物平等，你和苍蝇沙雕没啥本质区别，都是物质，所以万物皆平等。姚兄，混子哥说的对吗？庄子就讲到这里了，庄学博大精深，相对于老子他更主张自由逍遥的活，但庄子的那些想法也有片面性的地方，他自己最后也说里边故事大多是编的，请叫我战国第一编剧。所以了解下就好，有自己的判断最重要。混之漫画专治不明白。